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北漂青哥，你们的老朋友。今天把这首歌送给曾经在奋斗路上的兄弟们。曾经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，去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。他们只身一人踏入房产中介大门，他们每天早上9点上班到晚上9点下班，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节假日和所谓的法定节假日。看他们每天谈着成千上万的单子，却苦哈哈的住在那又阴又黑又暗又冷的地下室。是谁能让他们再次有尊严？是谁能够让他们彻底打开理想大门？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，还是怎么样？是互联网时代的开启，还是怎样？是互联网时代改变传统中介的理想大门，还是怎么样？是互联网的加入，让我们传统中介有一个了全新的认识。是互联网的加入，让传统中介有了危机的存在。虽然2年时间，互联网行业，所谓的互联网中介没有坚持住，但是它却让整个行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，让经纪人更加有尊严，更加有尊严地面对每天的生活。曾经我们都一起为之奋斗过，